緊係咪真係搏咧？我哋就係叫做九股啊嘛，即係九股反彈，即係啲最殘最殘咁樣，窩窩九，係啦，即係係啦，投資界嘅呢種講法，最殘嘅股份第四季我哋就先衝入去。但係呢個諗法我同意喎，反而去到呢一刻嚇，咁我哋咧就去一畫面睇下咧，我今次度遠少少，我用過去嗰三個月嚇，即係睇個三個月夠沉未，而且咁啱先呢三個月咧都係 cover 咗一個咧監管。啊！即係搞到個最誇張嘅事，係啊，最誇張嘅時候，緊迫啱嘅時間。咁咧就睇翻呢個咧，就板塊表現啦。左邊跑贏恆指，右邊跑輸恆指啊。咁啊，講跑贏嗰啲先啦。哇！電力股啦，有多嘅資源嘢啦，甚至早日熱炒嘅航運股啦。其實最近係回翻都幾多，係回得多。咁呢批係跑贏嘅嚇，咁啊都有佢嘅原因啦嚇。咁資源真係或者運費真係上升啊嘛。咁電力股確實係有新能源嗰個變化喺度嘅。咁而跑輸嗰啲望翻咧，我綠色箭嘴咧指住一紮咧，基本上呢個都係同嗰個監管啦，同埋政策嗰樣嘢咧，直接間接都影響埋新經濟股啦嚇，嗰啲線上啊或者遊戲啊嗰啲直接啦。咁咧去到舊經濟嗰啲，喂內房啊最大件事啦嚇。咁內房第二亦都引申到咧，死啦啲內銀會唔會借錢咧有問題啊？咦又話嗰間內險又話揸住幾多內房嘅債喎乜乜乜。咁所以你亦都咧即係直接間接咧影響咗好多舊嘅經濟咧都攞住，可能亦都係回應翻咧點解頭先 Debbie 你問咧個恆指啊個 PB 去到一就係因為呢大堆嘢。本身已經是 超低的去到零點幾的一個 PB，但新經濟股當然是遠高於一了。如果你話在今季呢，我的看法就是呢首先新經濟股呢我覺得可以即有機會跑回贏那個舊經濟股的。那我們就即管是一堆有哪些是落得來比較多那些龍頭一點的。不過呢我即管這樣，因為始終呢我不覺得個市現在就第四個肯上呢都是真是一個新的長期升市的開始，並不是我先做一個是一個反彈，估值收復式反彈，我又講了幾次啊。咁呢個嘅，咁所以咧，如果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個時效個時間可能我哋頂手講係兩個月到，咁我寧願係跟翻玩翻龍頭先算，因為我哋知道個次咗一定係嘅，每次嘅升者一定係龍頭先，跟住咧二線股、三線股，跟住咧就細股、妖股、莊家股，一定係咁樣樣玩法嘅。咁如果我時間唔係咁長咧，咁我寧願易睇啲，我睇龍頭股，反而咧。你又講得到啦，喂，啲盈利預測又點啊？有好多研究報告啊，又計到 P， 我清楚好多，我簡單啲，同埋有成交，我出入簡單，我寧願買大注少少，好過我細注仔去啄一啲即係二三四線嘅，無謂搞啲咁嘅嘢。呢個新經濟嘅，而舊經濟嗰邊咧，因為真係夠平，同埋咧。我用一個例子就是話咧，個市場嗰個悲觀嘅情況就係咧，唔理你係真與假，我信咗先算計啦。本地地產股，喂，人哋地產嘅商會都講明冇呢個會啊，大佬都唔理好驚啊，係啊，我求下你啦，冇呢個會開過，你唔好信啦。唔理啊，佢唔理啊，即係轉澄清咗咧，定輕彈少少。呢個咧係足以證明話俾大家聽咧，嗰個市場情緒你，我寧願聽啲衰嘢，我信。你好嘢我唔信，即係會係咁樣。咁反而咧，我覺得有機會咧，今季咧可以啄翻一啲咧，呢啲真係插得真係過分嘅。咁當中當然係包括內房啦，有包括本地地產啦，甚至賭股可以去睇翻，即係呢一件事係點啦。因為全部咧已經係過曬海嘯後嘅低位。本地地產股從來冇試過平均個資產質量去到六成嘅，拉雲而家我哋講緊嗰個息率係接近去到六厘嘅，係從來未試過嘅。賭股已經係完全翻翻曬去疫情，我明嘅，即係當中而家有個續牌嗰個不確定性，但係估值都未試過咁平。咁如果純粹以一個博一個超賣反彈咧？反而呢一堆咧又可以去考慮一下。Ken 就講得好清楚嘅，所有嘢咧就其實只有一個估值上面嘅收復嘅反彈，咁所以咧。大家部署咧都唔好暫時作一個好長期嘅配置，坐倉啊，持有長期持有捱，即係呢一種嘅心態。要幾時咧？要幾時先至可以咁即係覺得呢一個唔係一個坦彈嘅，可以升耐啲咧？解鈴還需係鈴人嚇，啲監管搞掂啦咁樣。冇錯啊，個源頭我哋之所以第三季差到咁樣樣，真係就係呢兩件事，監管加政策不確定性。如果呢兩件事唔能夠有個明確發展，我唔係話完全解決曬，起碼有個明確發展，令到機構投資者
OK， 大概是这样嘛，我计下计下，你讲到七成给我听，我计得到数，得我放过你，我买回，即起码要这样。现在我讲连两成都讲不掂，你要人家即是外国机构投资者怎样去买呢，他不会跟你搏的。所以我暂时就算我第四个分享，我起码我不会说自动新现地2022年一直看好，我不可以这样说，但不敢这样讲我们一路看着事情的发展。好，我想希望下一季你来到又可以有一个另一个看法，那已经到时希望已经完成修復咩下一個禮拜，我今年底反彈喎，你想講啊？我希望三個月之後你再來的時候，我哋嘅政策已經明朗化，咁大家就唔使咁愁啦，係咪？